一个套路打爆姿态和莱特米，连泉水都出不去，最后直接把莱特米打到破防，姿态被打出猪叫。在这把姿态和莱米组织的水友赛中，两个人对局开始前以为自己会嘎嘎乱杀，然后进去了以后才发现还是低估了水友的实力，因为对面的水友研究了个超前的黑科技玩法，在18分钟以后直接喊队友来强行赌泉水，姿态和莱特米刚复活就被秒，泉水都出不去。而这一期的始作俑者就纯肉出装的猴子，具体出装为冰泉、冰甲、振奋、反甲、振奋、蓝盾。这种出装的猴子前期对烟机非常的强势，冰泉的减速能频繁触发冰甲的护盾来扛伤害，而在后期血量超过5000点以后，猴子更是解锁了一个超强的黑科技玩法，那就是用甲身扛泉水，任泉水只会攻击甲身，并且泉水没有打到第一个甲身，第二个甲身就刷新好了，因此猴子无限 W 来转移敌方泉水的注意力，这样其他几个队友和猴子就能转移输出，而从姿态的反应就能看出这个套路有多强。这什么东西啊，不是，这猴子他妈专业的这个人，他专业的